车没有呢，给我们这么有个表演的良好空间，我们往两旁靠近。来，前面看到的呢是我们淡水特色，也就是我们的水龙。玩的是咱讲的水龙啊，好，咱的水龙呢在表演。我们感谢我们清水龙的一个良好一个表演。我们先向所有朋友，我们往两旁靠近，我们往两旁靠，给我们一个义正呢能够有个表演的空间。来，礼炮听口令啊，一二三，来跑，一二三。双龙寻珠，我们感谢我们那等水的水灵，来给咱海生企业的阿婆来做准备。像所有的朋友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绝对有眼福。今麦咱双龙抢珠的场面呢，看咱海生企业阿婆才看得到。感谢大家，位，我们想要个热情的掌声，感谢我们双龙抢珠。没有错，今天是我们淡水上拜拜的暗榜，也是我们淡水运动会非常热闹的一个前哨战。你只有在海生企业红毯，你才可以看得到双龙抢珠。我们再一次热情感谢我们的双龙抢珠。我们感谢我们清水龙双龙献瑞来到我们海生企业红毯来为我们献礼。有没有说现在看到我们的双龙抢珠做了没三败类？感谢感谢再感谢，这是这个非常难得的画面。我向所有朋友再次热情的掌声，感谢我们清水龙带来的双龙献瑞。